B 赵小乔交歌十五日以新手爸妈身份出席活动 ，B 被问到日前跟陈势安的破冰合体，听到关键字还是有点小尴尬哎。跟陈势安在耶诞城是世纪破冰嘛，然后让大地的老粉回归，那你们是正式宣布和好吗 ？What's that mean？ 和好是什么？就是两个人之前不是有，本来就蛮好的。之前我被传就是吵架，这不是我们两个真的这样吵架，是有些误会，然后立场上的有些没办法管太多大人的事情，对，那个时候对，所以就有发生这种误会，对，是还好，本来两个关系就蛮不错。在之前都是有持续联络吗？其实之前没有特别的联络，但是还是有透过一些。网络上可以问候一下，然后也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发廊，所以遇到还是会问候，然后打招呼这样。那你也有抱有感动？感动当然有，但开心就是终于有这一次的合唱，对，然后也给大家很多那种回忆。放话说要出唱跳歌曲，是真的吗？是世安想要，他可以的话，我当然配合、啊。世安这七年变最多的地方，我觉得差不多哎，他都是维持的，像比如说身材好，对啊，他都维持的非常的好。然后当年也是他非常的顾身体，这样讲起来应该更开朗一点，感觉上对。两个人就合作有在计划吗？合作吗？其实世安。我们两个都要看一下，对现在的公司，对安排吧，对。